别装糊涂了好吗？前倾城的人都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了。殿下，微臣自幼当做男儿长大，早就没有什么儿女情长，当不起殿下千念。微臣谢殿下抬爱。 这几个月，微臣相伴殿下左右，深知殿下人品贵重，只是我真的把自己当做男人长大，请殿下不要为难我。我的心意，竟是为难了你。微臣肩上担着韩家军，这辈子都只能以韩家继承人的身份示人。殿下，若没有其他的事情。 微臣先告退了。韩十一。 本以为这件事会让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，没想到让你离我更远。难道你真的不喜欢我吗？干嘛呀？走这么早？韩家父子呢？唐谦已派人押解京城。 殿下，请。你觉不觉得他们俩有点怪怪的？上车。 今儿个天气可真好呀，殿下，您说是吧？殿下，像您这么忙，平时应该很少有时间出来玩吧？ 要是回去把我女扮男装的事说出去，我可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讨好他还来得及吗？嗯。